先出永远只有杰斯和纳尔，酒桶玩的跟屎一样，好像是吧？就是不是吗？哎，我也忘了。他们想打，他们想打。下路双六了呀，能打吧？波波这波，哎，小天使怎么说要被飞？被飞了！哎呀，哇，在一个加强地，没空过来能救，有治疗，有守护者。有打啊！好闪！是闪完之后能走吗？有机会啊！这劫回有点 timing。哦，断。这波小天，尼可，我觉得尼可比卡莉萨还相信还正常一点。他起码是开端角色啊，开的好一点还行。卡莉斯塔，都闪被锁，这波有机会。解决开大救一下，但是后续奶油的人头在接台，杀到关键人了。哎，还能往前冲！哇，问吸一口，谁能跟奶油接个台？没问题，不会吧？英雄快刷的时候我到哪儿，这个得问高阶你知道还知道，正常人谁玩前爵，他不正常人。哥们又是印记，又吃印记，不是六层了，暂停，有挂感觉要暂停，是不是六层兄弟都走到哪儿刷到了，就是打野看这个你就心态都崩了，怪不对劲，前爵六层，好机会，好机会，六个，试探，哇，三六九，哎，六九幺，有点少中了，不过 BDG 赢了这波团就直接赢了游戏，奥博是不能输的，有点好啊，兄弟，哎呦，这个鱼。拉出来了，岩雀先封个路，但是龙还有五千多的血拉不掉，被大刀了，拉走，哇，记了，不好说吗？沙皇技能放不出来，沙皇是没放出技能，但是打不动，感觉还有大招，高加身挡加石子儿，还想打吗？没注意到。但是很难黑人，来锁，这提前破了盾的，在一闪接过好多技能，杰克还没闪，杰克没闪没进化，打起来，沙皇再反推，低了，沙皇还吃两个盾，吃的太快了，大龙，大龙很快，天爵，海妖天爵。打野，但我小奶油经常抢大龙，这几把就赛，我先压过去打点输出，抬进去九筒再接，这样能操作吗？小闪打三环，但是我大天使啊，小奶油，好了，哇，这波被滔搏拉走了，还可以啊，这处理，这个大招闪也都没了。出来交甲身扛下塔往前走，暗夜了，在哪儿？这个弧度，这个角度还行，但是 shooting 拉下来，出进去吃到了。这波有点肿啊！先咬，但是这里要死，上面小奶油被推回去了。换一，幺，对啊，后边还是赚啊，一换一。攻击口，我伤害好高。这两个球，我跑啊！他是肉沙皇，打不动，你交个闪，太稳了。三九好像能跑。这个时候酒桶多希望，刚才死的是自己，这眼倔。
完了。哎，还好还好。这位置挺好的。对，上来打一炮，哦哦，又来了，再接个沙皇的推，怎么办？开局减两减减员两只，去把鹿鱼砸在这个脸上。完了，就这样，反正就是不滔搏，五个人不知道谁能站出来。对。这怎么感觉欧文没感觉啊？看他怎么还在抖啊？打个比赛，他就是上把我虽然送你，但是我想送，这把我不想送我就不送了。哦呦，这就是感觉很自信。左没机会，直接被防，反而靠不靠要死啊？鹿全赶过来，不闪欧温。现在真能离场了，鲁迅离场，这把没救了，已经得团灭 BDG 两波，滔搏这把想两波够吗？两波要不把千珏偷过来，对，两波都感觉把千珏偷过来，然后六打四应该。没有一个，但是我觉得滔搏前三选挺好的，四五选我感觉还有更好的。前三选，你看对面是什么？一口温柔斯加个沙皇。是啊，他们这边是卡利斯卡岩雀加卫。感觉他们得哪？不，还那个温柔斯，就不给解扣温柔斯。他们一选择沙皇，我们就出手二三龙。他们要了，对，要了的岩雀加。而且他们选完卡利斯卡以后。对面把一口直接点下来了，他们没有准备，没准备就不知道选什么点的位置，有可能。对，因为他不可能这种情况，对面把一口抢了。Q 闪再开接台没伤害，这怎么办？圣岩只有岩雀能清兵啊，其他人连兵都清不了，一闪还被躲了。哎呀，我可点赞哇！反应巨在线 ，Elk 巨专注 ，Elk 半怪臂力技，绝对的猛呀！哎，什么意思？你这干嘛的？不一起爆啊？怎么这上也爆一起，那边三个爆一起了？他们还真有点走，我感觉他们。哎，走错了，走错了，哥们儿，走错了，从那边走。烧裁判拉都拉不回来，兄弟。怎么说？是拿冠军吧？好像是。好，先去击个拳，然后绕场一周，再去拿一下奖杯。再看一眼。这个时刻，其实我们这种选手看着还是挺激动的，就是这个最后这怪事。都在回忆自己登上台的那一刻，朦胧回忆，怎么都有过，有这个经历，都是这样还挺帅的啊，奖杯，对吧？说早说了帅。